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你要过来吧。到时候可以把我批掉的吧？把你批掉啊。周边那个装什么电？哦，那两个不要拿哦。对，就是打螺丝，说实话，就是找个找对手。没有，他就是想要给他一个安装的顺序。哎呦，还好黄师傅这里，他都没在那里。反应够快。没玻璃，有什么办法可以看起来比较像有玻璃啊？还有什么办法？这膜看起来像不像啊？我也想到了刚刚。啊，膜一看就不平嘛。披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效果，行不行哦？因为拍一个了就把它存在那里嘛，下次人家要就给他们，老是拍拍那么麻烦。视频啊？对呀、啊。不是这么说，我们拍有时候老是觉得好像效果又不好，你把它整理一下吧。嗯，要的要的。网袋穿，你们也要穿是吧？要不要穿网袋的？穿网袋啊。对网贷客户怎么穿呢？网贷也很简单的，有细的。是我的，客户不是我的机器，是客户的机器。那你的好多都堆在这里了，两台。别的机子啊，那么多堆在那里。我其他没有哦，其他发货了哦。那五七不是你的，三十台。五七，我现在里面都要这个。小的是吧？是啊，等着8B啊，8B是不是还没？啊，我拍照不是还没拍到吗？两台8B如果做了就可以发货啊，但是8B的还没动工。现在油门机要多久啊？啊？现在油门机要多久啊？啊，做交货机，等等，做货啊，交货机至少都要半个月嘛，这么夸张？哎，这我把你前面就能搞进来了。没有，我到时候要下一台这种颜色的，和交货机一样的吧？对，手机能不能拍这么久啊？能啊，就是到时候要弄。就是哎，我黄叔啊，到时候我们的我下车的这个红色叫什么红？啊，紫红。大背向红也可以，反正就这个红。都是这种啊，大背向是这种啊，但是我就选大背向红哦。还有一种深红呢。深红啊，很少做，那是搞错了，本来都是要这种的。对。有啊，到处都是啊，都是在厂子里面。洗手的吗？洗手，右手。那边展厅的房间有。没有，就你就这个东西可以了。洗手是不是？洗手在后面有。
老魏打发走，老魏回到这里了。老魏走了，老魏也走了。老魏做事很利索的哦。他嘴巴喜欢说说说嘛。哦。他是边做事边发牢骚啊，但是还是会做嘛。我说怎么没看到老魏？他要是有生产发过来都没有过来啊？没有，才走几天。也才走几天了。上次没到他，哪里才走几天？开什么？为什么？哦。什么？啊？没办法留他先。为什么？哦，你们都是试着拍的哦，但是又是那种效果是吧？如果你们安装一台油温机要多久呀？大概？那可能这个也是安装的话，两天差不多。嗯？应该两天差不多。两天。三天吧。这个是两米五工作台啊！哎，这么多美女在拍我们潮流帅哥，带机器。要把这些都拧紧，是不是？工具啊！
这个啊，我这个那个扳手啊，开口扳手。什么扳手？开口。开口。啊，扳手。开口。开口扳手。不是你的太紧，随便拧一下就可以了。不需要刺激的。如果你到那边的话，要把它拧紧，反正靠这个靠近就可以了。如果他们在那边的话，到他们买的那个购物嘛，是吧？如果他买的话，要把它放。这个一定要上紧，是不是？全部都要拧，如果是真实的，全部这样弄。把它松掉，松啊也松啊，才放得进这两个框进去。如果不松的话，放不了。整个松开是吧？嗯。把它再套进去。两边都要松，要不要？
们发过去的话，我们用那个电瓶车不把它包起来嘛，备好回家了。现在它没有备好嘛，现在没发货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我们现在搞下来。如果发过去的话，那就不要在这里了。不需要，就直接这样，就是一个房，这个房子直接把这个拆开了。然后我们出去的话，这个是挡门好了。这挡门好了，因为它现在它没有发出去嘛，所以现在它。我们要到现在政府去确认。都可以的，两边都可以。因为它这样，这个网线的好一点，这样往上面的会挡住人家妨碍出口嘛，这个网线的。哦，就这样。这个网线面好一点，这个网上面都万一他拿这些东西要妨碍了，这个在这线面的话都不会挡不住嘛。这个是往上，这个是往下，是吧？嗯。什么往上往下？这个在下面的地方。到时候他就上，反正没，到时候那个打几下，提一下，那个拍子我再给他提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打几下。没事的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意思就行了。都去装。不对，我那个。
啊。贺老义，贺老义，贺老义，记得拍这个。别拉，叫我别上拉，我拉不动了。推去一点。这里拿一下。不用连起来吧，我们明天啊，一般都把那个网带掉光了，没事，我们掉就可以了，这样子锁住它啊，在这边。不值得了，就在弄值了。
后面帮忙弄指甲吧，谢谢。啊，弄指甲，好，谢谢。你不要拉那边。我们穿完它吗 ，Stephen？ 要穿完它吗？还是差不多就可以？转不转过去？但是整个是要流到我过去，但可以漏掉一两个孔。嗯、对。又往下走。这边加，我推。有没有很难穿啊？应该是不能穿的。不会难穿的，对于装机器来说不难穿。我们司机这样子跟他沟通说，我们时间并不比较多。对，就是不能太歪，太歪我就待会那里不好穿了。站到那边一块找跳鹅土，你对准它去跳鹅土一下。对。可以从下岸叫推回来不就是？折起来之后又穿回去，穿回去缝衣服一样，再穿一次啊，就是这样子折回去嘛，就不会漏掉的嘛，也是这样子缝衣服一样的。那还要缝多少个？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缝完这多余的就可以了。对，比如这样子，他要细心点，弄上去。哦，哎呀，就像发哥那样，要先不用理那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动物完了放到下面去，什么也看不到的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把头放下来。好，在哪？来，快退呀、啊！没事，师傅不用手太死，我们这样拍照可以的吧？对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这样拍照可以啊。嗯。你看不用手，你需要拍照。不不，锁一个就可以了。哈哈，没有是吧？八哥有强迫症，这根是做什么的？他是到时候剪那个布，那个布，那个工作的嘛，到时候放那个布的吧。这里滑下去就比较容易滑。